我真的很谢谢你们这样子支持我。换一张了，换一个吧。好，马上赶快走来上班。之前还没有来参加这个比赛一样，我也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我现在也都还在学习。那如果到时候真的变成一个艺人了，或者是知名度比较高的人，就慢慢练习，慢慢适应。全台湾有这么多人看，再看你觉得你有商机。回来参加比赛，其实也是希望去期许这一块，我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那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好的跳板，如果我能够四平八稳，甚至是越来越好的在这边走下去，那我觉得这样的机会就越来越大。怎样才能够看穿面？从小爱唱歌开始，我的那个就是愿望是没有改变的，因为像其他小孩子说在几岁希望自己做什么，然后到一个年龄层又改变，我觉得歌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一个梦想吧。有一天我变了你跟不在，谁能不能唱出歌声，一定能复活。我知道有一台游览车会从屏东开来，我弟弟也是今天第一次来看我录影，因为之前他已经去当兵，所以没有办法就可以上来看我录影。以往姐姐他们来我的表现都比较好，他们这次来我觉得我会更有安全感，然后我应该比较不会紧张。我们待会下午会 rehearsal 一次，找位置，然后位置跟人数都会调好。这边有出场乐嘛？哦，阿斌老师，你那个动作，你动作第二个，老师112，谢谢。
月十八号是我们第二季超级星光大道的冠军总决赛。星光二班呢，也是经过半年的千锤百炼，最后淬炼成一颗美丽的钻石。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，我们就要让他们走上星光大道。首先欢迎李妮蓉。是，马上我们来看看目前的积分。梁文音7.6分，第二名林怡蓉7.13分，占据第三的赖明伟7.06，占据第四的吴忠明6.73。占据第五的一匹小黑马，我们的黑妞5.93。26秒后唱歌，好，还有还有，26秒后先回头，对，鼓掌。世界超级星光大道第五名林怡蓉。你们一定要好好帮他们加油，因为等一下他们第二轮也是一样，就是还是会很紧张。所以你也做了很多的努力，对，你自己也是。谢谢，这是要送给你们的最后一次在这里舞台。该来的回来，我从来不曾这样子。